我想尝试打打，我打我打我打。来，这波我开始主导。左边有一个，左边有一个，左边包夹，左边白甲，左边白甲，这个也白甲，这个也白甲，两个白甲，开始主导了。跟你，他也给打老黑羊。跟你，左边招了，跟我。跟你打步枪，打步枪，跟你。跟着你。两个白甲。退车厢了，车厢。你看。我先说实话，每一次皮特就是不会跟我。你们懂我在说什么东西吗？就但凡我说了跟我，对不对？三明治这波跟我就是最棒的选择，因为我走在前面，你懂吗？但是皮特每次都会走一走，突然就走去另一个地方，可能就是他想要多尝试或做什么的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但也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会变得很像打得很溜子，走着走就脱节，很溜子。你打药打药打药，狗地狗地，然后这时候互相打药，狗倒了狗倒了，不报信息狗倒了，我知道。皮特来皮特来，然后我又说皮特来，皮特又绕走了。来，我压了我压了。然后三明治只说他压，我不知道他跟我。然后这波打完就应该拆大招补人，拆大招补人，拆大招补人，拆大招。本人补了先回，本人补了先回。补了。然后不要拆大拆大拆大，干嘛的？对。留一下没关系，继续外面看好人了。我这有人，我在我们家剩一个，在我们家可能。然后不知道是哪一队。其他队。来，都安全，我这里可能安全。然后我这里可能安全，三明治就走出来了。然后皮特这边落人了。打不了。就很奇怪，这边都能跑的，皮特是能跑的。我只能说呢，皮特打的东西会没办法对团队造成任何帮助。没有在针对皮特，没有在压力皮特，只是跟你们说为什么皮特位置脱节，你们就知道了。第一波脱节，第二波又脱节，皮特有甲又要打电，大招也不帮忙拆，也不帮忙补，也不要去看信息。那你们看懂了吗？为什么要跟我呀？因为我前面说了跟我啊，我前面不是说了跟我吗？皮特又回答我跟我，那跟到一半为什么人就不见了呢？为什么人不见了？每次跟一跟人就不见了，那是为什么呢？我只能说三明治这波要打得好，就是想办法把大招拆了，把人补了，不用找人。你不要解释那么多嘛，因为他们的游戏理解就只有什么白金、黄金，不跟他们说明白，他们不知道啊。而且可能有一些人也想知道是为什么，那说出来也其实也可以让他们得到解答。不懂为什么都说皮特压力，自己问题也不说。那你说一下我这波有什么问题？我这波难道要通天灵，然后把人直接秒了，我就自己有状态可以补了，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就可以把倒地人也补，我马上自己换甲，然后再自己把大招拆了，然后再自己穿个木去预知，哦，这队来人了，然后再预知一下我可能等一下往哪里跑，哪里是安全的。我不用透过肉眼去观察一下，可能要全知全能吧。可能需要全知全能吧。我就一直没问题吧。我只能说这波问题不在于我呀。每个人都嘛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问题不是我，主要问题不是我这里啊。我已经往前冲了，往前打了，伤害灌满了，我难道我还要再把大招拆了，把人补了，然后再去换甲去看，然后再去看另一队吗？然后再去思考这队是哪？这队是不是欠价的吗？那我要两个队友干嘛？我一打三就好了呀，不是吗？队友本来就是互补的呀，说不起那不要玩了呀。你们喜欢叫喜欢吵，那争执后主就不要打呀。然后你们就再去，然后你们就再去压力下一个人，然后下一个人又继续被压力，哦，不想打了，压力好大，不想打了，觉得很奇怪吗？受不起是吧？前面就是跟你们说了一句鼓励，一句鼓励比他妈串这些有逼有的没的好多了。你这整天就只会哦，训练赛打输了，那就来吵架，谁打烂了吵架，那每天都在那边吵架，有什么所谓吗？怎么玩嘛？智商就这样子嘛，每天就跟他吵架，
不是打得好，我就优化一下哪个问题就好吗？输出打了，伤害扛了，我难道我还要再把什么东西都做完了，这把才能赢吗？我说走了，三明治跟着走了，那为什么皮特走不了呢？他状态是最先打好打满的，为什么走不了呢？不是吗？我就问你们啊，你可能可以看到他这波打了哦，他这波有人来了，他可能走不了了哦。你看到他打了好多，就觉得队友一定要帮他，但是队友前面是不是已经说了要走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就只是看哦，伤害打好多，他好厉害，其他两个没打伤害，其他两个是垃圾。你们就只看得懂这种东西，所以你们的排位就只会在黄金、白金、银牌、铜牌。我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又不听，你们就只会觉得哦，嘴硬嘴硬，难道你就没问题吗？那我有说我没问题吗？有没有听到我说我没问题吗？不就是脱节了吗？一直都是脱节的问题啊！我前面回放都给你看了，我自己说跟我，那为什么从头到尾只有三明治会跟我呢？那皮特为什么都会走另一边呢？不知道呀，他也想做事，那这个能理解吗？那第二波又走去另一边了，那为什么又走去另一边了呢？因为想做事嘛，能理解呀。那能理解，你不跟我，那你掉一堆大状态，然后再来打这些东西，本来就是一堆小细节产生的问题了，所以你们看不懂。反正看你们跟你们讲解是挺，也不是挺累的吧？跟那种真的不知道讲解，那就挺好玩的。因为他是真的不知道，那我讲给牙听，那他也收获了很多。那那种明显就是来攻击的，我跟他讲解他不听，那我就觉得有点很累而已。因为真的会有不懂的人来请教，那对于请教的人，可能是虚心跟他说，这波可能是怎么做才会更好，对不对？哎，本来最近压力就挺大的，弹幕就给他逼逼叫啊，整天都在互组。本来就是队友互相说是有什么问题，结果粉丝就变成哦，你们都在针对，一直在针对，为什么要这么针对呢？哎，我要撤离塔。明明就是在互相复盘，到底怎么样才会更好？皮特也可以说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说三明治有什么问题。到你们就啊，谁他妈就是垃圾，讲不得，就是没错，他就没错，难道你就没问题吗？哎，对，金盾，北部平台，我们甲这么差吗？我还在说呢，可能会有个惊喜到了，哎，惊喜又到了，有两个惊喜，咱们打，还有二倍有带了，喂。电池很多、啊我有涡轮，有人要吗？我能量。我三把能量了，再换一把枪吧，三把能量了。